这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。他短暂的人生，匆匆而逝的王朝，如此生动而不可思议，如此辉煌而又伤痕累累。陛下，启用苏威意在势均力敌，可是苏威此次回朝，谨小慎微啊。宇文兄，你以为势均力敌就要张牙舞爪吗？苏威在先朝时每事必争，常无宰相之风，如今事事谨慎谦恭，正说明老皮公有所自省。其实苏威一向是胆小之人，还记得周太祖时，他见自己的岳丈日渐专横，唯恐祸及他身，跑到山里的事情吗？两次辞官不仕，跑到山里以诗为乐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。不过他跑来跑去，毕竟是每次回朝都做了大官。陛下，那可是啊，老衲眼身上的毛病朕看得清清楚楚。不过呢，他毕竟是曾辅载十几重任，其分量可谓举足啊。今天朝上老皮公可是太扫面子了。那陛下，陛下的良苦用心微臣略知一二哦。不过还有一事，陛下，杨勇的几个儿子。大人，您又要回到山寺中去啊？那有何不可呀？轻松自在，悠哉悠哉呀、明日早朝，大人我就把这辞呈的折子递上去。皇上驾到！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宣旨。圣旨。皇帝诏曰：批国公苏威一向廉洁律己，曾为大隋江山社稷呕心沥血，现晋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兼纳言，望与群卿同勉协力，共建大业，钦此。苏威领旨。苏威领旨。臣领旨。阿华，到那边去看看。好，你们过来这边。哎，找到了吗？没有啊。阿华，夫人。狗德在。来人，夫人，赶快找。是，快点，跟我找，快点，跟我来，快。夫人，走。谢公主殿下，谢公主殿下，
侍省宫监说，宣华夫人已经搬到宫外的碧云馆。碧云馆，起来吧。是。苟德，奴才在。备驾，出宫。哎，备驾出宫。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朕说实话，是不是娘娘找过你？没有啊。阿嬷，你还不相信我？阿华，你从来不会说谎。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阿嬷，我没有说谎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就是那天你对我大喊大叫的。就为这个呀？朕不是早向你赔礼了吗？你忘了啊？啊？阿嬷，搬到宫外有何不好？这里清静优雅。阿嬷，看这院多美呀！美，依朕看，这院倒有几分荒凉。谁说的？我就是喜欢这种凄风萧瑟。阿华。啊。你哭了？没有，是风，风吹了眼睛。关于官品，历朝官阶过于繁琐，
从即日起，官阶定为九品，为分正纵，共十八阶，由吏部评定督办。要建立进士科，用测试取士，这样南北士人凭文才竞争高低，可改变历朝门阀制度，防止腐儒庸俗之辈。陛下，臣有事要禀奏。陛下，要破先朝之法规，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需要与各部院重臣慎商定夺。慎商定夺。这不就是慎商定夺的奏本吗？这些还有这些都不合朕意。陛下所言极是，历朝陈规旧制，冗臣繁入，庸才俗辈屡见不鲜。皇上今有雄才大略，敢于出新，实为好事。苏大人，您也是先朝老臣，又新任尚书右仆射，新皇上任，您理应鼎力相助啊。杨大人，此话怎讲？老臣正为如此，所以我才……苏纳言，是苏仆射。您身为朝廷重臣，却屡屡与皇上之言相悖，这是何意啊？屡屡，请杨大人说话不要虚夸事实。陛下，陛下，臣以为破先朝祖制乃朝廷大事，确实需要众臣充分商议之后再做决断啊。陛下，在那干嘛啊？滚，都滚！好，滚滚滚滚滚滚滚！啊，宇文大人，皇上正在气头上呢。真羡慕你们呐，自由自在。一身轻松，从来就没有烦恼。皇上，有事下来禀奏。皇上，微臣不习水性啊。
过来。是。陛下，过来，走过来。啊，是是。陛下，微臣有事禀奏。的，奴才在。给许国公熬的热汤，端过来。是。谢皇上。许国公，朕要让你明白，这窒息是一种什么滋味。陛下。难道如此愚弄与您同舟共济、忠心耿耿的微臣，陛下心里就畅快吗？畅快。唯你目睹过朕的大半生，朕何止畅快过？你说呀！有时候我真想哭，我心里的苦，对谁说？是啊，身为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，都从没畅快过。难道身为万人之下的小臣，就不知道什么是窒息？宇文述，你这话分明是与朕对抗。虽然我们情同手足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能为陛下去死，臣心甘情愿。可臣要死得明白。不错，朕从不乱杀无辜，死也要让你死得明白。君让臣死，臣死犹生。可臣究竟错在何处？难道就为今日朝上的一句话？如此英明之主，却不知这是缓兵之计。缓兵之计，讲。陛下的雄心，微臣一向赞叹不已。不过如此重大的举措，定会为那些先朝老朽所不容。杨素自恃拥立有功，生性自傲，目无君主，朝上之言非他本意，无非是要与苏威对抗。杨素、苏威均是朝廷重宰，大有举足轻重之势，如此相持不下，搅乱朝廷，定会为百官耻笑啊！陛下，你说的这些朕不懂还是不晓？陛下懂，陛下也晓，可陛下并不真懂迂回之理呀。你与朕共事多年，对朕的秉性不会不知吧？恕臣不恭，臣对陛下的秉性可谓是了若入木三分啊。那就好，朕所为从无顾忌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
陛下，洪虎鹏程万里，从不孤行，人心所向，才能创下千古大业呀。陛下，臣段达由军表急奏，汉王杨亮率齐东十六州逆反，运粮官船在砥柱又次遇险，几千担运往京都的粮食和船一同沉入江底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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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杀我！我是运粮官，过来吧。杨素听旨，命杨素为总帅，外官杨玄感为副帅，统兵30万。即日起整备军械，择日赴齐，速速平定逆反。臣领旨。我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何人如此大胆？皇上啊！皇上啊！500人呐、啊！500人的生命都完了！你是何人，竟敢如此大胆？臣该死！臣马树谋，为漕运都粮官，有急事禀报皇上。从黎阳发往京都的9000担官粮，同500官兵，中经黄河砥柱时，全部葬身水底。啊！皇上知晓了。马叔谋，在。砥柱险阻，官船遇难多少次？靠自然江河漕运，险阻太多，10有8-9。若陆路运送比漕运如何？陛下，那可要慢上多少倍了？大人，皇上可在？大人，陛下有旨，任何人不准入内。大人，花去府库多少银两啊？这算什么呀？为你花去，花去宫内所有的钱也是值得的。阿嬷，嗯，娘娘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，宫里有人又会说闲话了。娘娘又来找你了？
娘娘，她……阿嬷，您又说什么呀？是啊，是啊，娘娘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如今她是皇后，该得到的都有了。朕不仅让你，让皇后，还要让宫内文武百官、妃嫔侍女都穿得漂漂亮亮、珠光宝气，宫御楼阁富丽堂皇，只有这样才有我大隋的威严。将来朕还要开一条大河，这样南北互往经济，我大隋就会富上加富。哎，阿华，到那个时候你要回家乡扬州看看，可就方便多了。开大河？嗯，不，阿嬷，此举亘古未有啊！啊，来坐下。啊，古时吴王夫差就开过，夫差开的，不过是一个小荷塘，只是一个小河而已。朕要开一条贯穿华夏的运河。啊，阿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阿嬷，这太异想天开了。别人做不到，朕能做到。没有异想，哪有天开？可这……嘘！你还记得朕的生相吗？母后生我，曾梦金龙，朕就是真龙天子。你看，这像什么？一条金龙贯穿华夏。阿嬷，已经定夺了吗？还没有。这只是凭朕的想象，随便画的，此举还没有定夺。我要请一些名士来。皇上，皇上啊，别点我们了。皇上啊，我想啊，皇上啊，我家祖辈都在宫里做官，你可不能不用我忙啊。我是周公之后，我有封号，有爵位，你为什么要撵我出宫啊，皇上？岂有此理！哎呀，苏大人，苏大人，我这老毛病又犯了。可是皇上他也太恣意妄为了，朝廷大事没用群臣商议就一意孤行吗？朝廷之事，若是君王一人独断，还要百官作何？是啊，是啊，皇上此举的确唐突不慎，先皇在世时都是群策群力的呀。财政庸源的确势在必行，不过嘛，也不可操之过急嘛。江左监，谁是庸源？这爵位和俸禄都是先皇赐的。是，怎么能说了就了呢？来人，是，备轿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仆爷要进宫面见皇上。诸位大人，失陪了。苏大人，你的朝服。老仆爷仍不失当年之豪气。是，佩服，佩服。府上还有些事要办，先行一步，先行一步。叫大人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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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肃定。你们还要白吃朕的俸禄？隋家的天下全都让你们吃空了，朕绝不姑息你们这些俘虏庸俗之辈。皇上啊，皇上你受委屈了，皇上你了，皇上你了，皇上看着皇上啊，皇上求罪了，皇上啊，
哎呦，福山公子，有劳大家光临寒舍，小主不胜荣幸啊！哪里哪里，楼上有雅间住房，请公子过目。请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请。请问恩人尊姓大名啊？老伯，一路可要当心啊，切记不要抛头露面。好心人呐，你究竟是谁呀？老伯，趁天没亮赶快上路吧。这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，太不像话了。三天两头就往宫外跑，我在他眼里，我在他眼里还是皇后呀！娘娘恕我，娘娘，哎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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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息怒，娘娘，娘娘您息怒，娘娘。娘娘，奴才看见宇文大人远远地向这边走来了。快，快收拾一下。是、哎、是。是娘娘，徐国公宇文述大人求见。不见。等等，叫他进来吧。娘娘有旨，宣宇文大人进殿。臣宇文述恭请娘娘圣安。徐国公有何事啊？听说娘娘近来身体不太好。可不是吗？近来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眼睛总是火辣辣的。娘娘，这是皇上特地派人到东海给您购置的世上最好的珍珠小披。是皇上赐的。真是太美了。嗯，皇上日理万机，无暇光顾娘娘，
特遣臣将赐予娘娘的宝珠送来以慰藉呀。皇上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此话不错，臣与圣上朝夕相处，深知皇上对娘娘的一片情意，如此用心良苦自然是都在情理之中了。国公，你与皇上曾结少年之好，又是莫逆之交，如今皇上登基滋始，百废待兴，朝内上下文武都扼手待看，可千万不要纵容避过呀。小臣岂敢，娘娘，皇上英武绝伦，才华盖世，朝廷上下有口皆碑，而娘娘呢，知书达理，宽容大度，又德高望重，皇上得此贤内助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国公可真不愧是小臣嫔啊。啊，娘娘，小臣愧不敢当，此番话都是发自肺腑。知我者宇文兄也啊。你可知道这串珍珠免去朕的多少麻烦。皇上啊，如今您是万人之君，对微臣切不可称兄道弟，否则臣会受宠若惊的。哦，还在生朕的气？哪里，臣岂敢，臣是说这兄臣哪敢领受啊。不知为什么，有的时候朕真的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兄弟，所以才会无所顾忌。对，朕不知怎么了，时常想起儿时与兄长和弟妹玩耍的情景。陛下，时过境迁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大概这辈子是过不去了。往前看，陛下，前途一片金光灿烂，前程似锦啊。路上布满荆棘，阿亮又烦起我来了。所以无谓可与不可，凡是想做的便都是对的。说得好啊，想做的便是对的，我们想做的就是对的啊。皇上，那珍珠小坯可花去了臣的不少银两啊。嗯，你说什么啊？臣是说那珍珠坯间花去了臣不少银两。那朕就百倍的还你。小臣哪里敢当，小臣何有此意啊，臣不过是想让陛下开心而已。哎，陛下，您看这猛虎下山之势，多像您当年倒平陈国之气魄啊。哦，什么时候小陈平也学会转弯抹角、阿谀奉承了？怕不是要朕的白玉虎吧？岂敢岂敢，小陈只是触景生情啊。不磊落，不磊落。宇文叔，陛下，这，娘娘驾到！恭请娘娘圣安，这里好凄凉啊。那是阿华吗？是娘娘。起来吧。是娘娘。
怎么也没有带饰物啊？那几朵菌花多寒酸呢、啊、是皇上没有赐给你啊？不，臣妾喜欢素色。看你的样子好像身体十分虚弱，玉儿在，过几天派人给夫人送些补品来。是娘娘，臣妾愧不敢当。夫人，还是搬到宫里去住吧。娘娘，臣妾在这儿好，非常好。大人，皇上传旨，请您速速进宫。速速备轿。是。下南北，你是巨龙，飞腾在神州西都，你是仙。自强的兄弟。